Hello， 今天要教大家是上函式。这个函式的功能就是要把数字都相加。那我现在先建立一个串列，里面有四个数字。那我现在想要把这四个数字都加起来。在学会这个函式之前，你可能会想说，那我用 for 回圈把它们全部加起来，所以我就再设一个加总的变数。最后再把结果输出。那我现在先显示一下这个答案。这四个数加起来的话，答案会是44。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，要如何用上函式直接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呢？我先把这边删掉。其实如果要用上函式的话，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，就在括号里面放上这个 list， 之后再输出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不用像刚刚那样打这么多行的程式码，一样再输出，看看答案会不会也是44呢？那这样子你知道怎么用上函式了吗？